高峰数位学院无预警停办，永达技术学院遭教育部勒令停招一年，招生不足，经营困难，教学品质下降，私校退场潮接连引爆，下一个会是谁？学生受教权、教师工作权、私校品质，教育部如何监督？无心经营的私校，教育部该拿出什么手段要求及早退场？周晚间八点栏目开讲，高峰停办，永达停招，面对私校退场潮，教育部如何应对？